台北市成功高中今仔举办89年校庆的庆祝大会，来表扬资深的教职人员，这出的校友，嘛颁奖给七位真热心来协助警方抓到这位偷袭失踪的学生啊。成功高中欢庆89年校庆，身为大学长的台北市长郝龙斌也来祝贺，并且表扬七位协助警方成功抓到这位三色人的学生。这七个学生在台北火车站的捷运站发现有人偷拍女性裙下相片，分作两组，一组在现场监控，一组负责报警。在警方主导下，将有在九号把这色狼抓到。我们有一半的人就留在那边看着他，然后另外一半的人就先去找警察来，然后最后就大家在汇合，然后就请警察把他制服这样子。有点紧张，因为觉得一定要抓到他，不想被他跑掉这样。把我们看到的，然后跟警察讲啊。然后警察就是决定跟我们一起去看一下。这七个见义勇为的高中生，也希望大家平常拢会使较热心的，随时帮助需要帮助的人。抓色狼成功！记者综合报道。